我在想哦，台北市哦，到现在哦，应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是五个男主角被一个女的干掉。哎，这个今天有来参加典礼，等一下散场之后领红海股票一张。谢谢郭哥，谢谢。戏剧节目男主角奖。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八聘歌如白王，恭喜。本剧结合电视动画的视觉，并未割裂传统歌仔戏的精神。陈雅兰的唱腔与身段是观赏的重心，平笑嗔怒都是戏，造就了歌仔戏的成功转型。太强了，雅兰姐，这真是金钟奖太疯狂的历史的记录了。还有两分钟，来你讲。我在想哦，台北市哦，到现在哦，应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是五个男主角被一个女的干掉。你真的太敢讲了。跟雅兰姐是好朋友，不要紧的，反正皇帝那。第一次入围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：“我是皇上，你敢跟我较量吗？”我说：“小的不敢，小的稍有不慎会有人头落地。欸”哎，不，现在没有吧？现在是广告。广告，广告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你以为我随便让你上台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我必须要说，我刚刚已经跟郭哥讲了，郭哥入围男主角的时候，真的整个演艺圈都替他开心。我们真的很多人。从小看着他带给我们开心，然后他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这么认真做足100分，好玩好玩的好玩，大家都是100分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谢谢谢谢郭哥，谢谢。好的，来继续演哦。不要了。这个今天有来参加典礼，等一下散场之后领红海股票一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